今日之点，我哋一齐嚟 GG 妄想做伦敦版区议员嘅刘嘉文。黄大仙前区议员刘嘉文，旧年著草英国，初到步人生路不熟，竟沦落到做皇家邮政夜班嘅圣诞临时工，为英人做埋啲入信封嘅工作，真系阴功啊！喺香港做开议员未做过蓝领嘅刘嘉文，新一年终于拗捞成功，决定俾自己做翻老本行，就系区议员啦。事关佢之前喺社交网站讲到，佢最近成为咗英国港侨协会嘅伦敦地区外展主任，服务在英港人，仲话主要系好似区议员做区咁，会同唔同嘅团体搞下活动，接下 case， 反映在英港人喺英国遇到嘅问题，俾本地政府同埋其他组织咁多多搞作。刘嘉文在香港做区议员都没什么好作为了，现在还做什么外展主任，在这里自我陶醉，骗自己说做区议员，真是笑话。不过不少移英的黄人游手好闲，喜欢去英国搞埋晒啲小动作，围炉叫嚣，刘嘉文亦都不例外。但提提你，你现在只不过是议员，没错，是已经完结了。